粉丝朋友说的。因为喜国际精品呢，是我们目前才成立不到的品牌，然后其实我是很用心在对待我们这个事业精品，会像说我们精品呢，不仅是精品，虽然精品可能是高价位，但是我们还是想要一个到高价位呢，去带给大家亲切的它的感觉。我们让喜国际精品的宗旨就是我们让喜欢的人家快乐，一旦相信没有距离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。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，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